立法院都看到你们。喂喂喂，大声！台湾。到的是我们的金世英 Seyoung Kim， 而当然呢，一开始今天我们的副市长，而同样的，我们副市长也带来了礼品要赠送给我们的选手，有请我们副市长能够分别。而当然呢，一开始今天我们立法院的。那我们希望这个国际重要的一个赛事在台湾能够持续的永续的来发展下去。那苏家全院长特别要我跟大家说一声啊，我们全力支持哈，请大家尽全力为台湾发光，谢谢大家。好，第一位是我们的金世英选手，好，来这边有请李顾问交给我们的，请大家给予他热烈的掌声。好，谢谢。那我们同样的选手们，谢谢。好，那当然，谢谢。谢谢李顾问，谢谢小青，谢谢三位选手。好的，时间有限，所以那个 OK 了吗？ OK 了，我们就要即将进行我们今天的开球仪式。好，比个赞。二三，在这边跟大家宣布，2018裙摆摇摇 LPGA 台湾锦标赛职业夜一二。在这边跟大家宣布，2018裙摆摇摇 LPGA 台湾锦标赛职业业余配对赛正。哇，你有水果了？水啊！很早就很早。OK， 可以。好球！